好、哦，点下提贴地，点回贴。哦，好，太极笔调。好，要下来，它不是完全直哦。嗯，提贴。有没有？所以他人字旁的这一笔哈，上出上细下出，好，再来往右边走的这个类似框框的东西，类似框框的东西，上下都不会太高，好，上下都不会太高，看一下，好，那你要看好位置，好，尤其是东城，你的位置要看好哦，哈，你这个礼拜比上次近很多很多很多哦，哈。那下个礼拜还要再更好，好吗？哦，下礼拜好像放假给你多练一下，哦，下礼拜来就不一样了，哈、哦，好。好、哦，它的位置是架在这个红线上，好，轻轻往左边，哦，好，这个呢，轻轻的，哦，它下面有一点浮，就有点碰皮。这个不要太靠近，哈、哦，提贴，好、哦，这个约略跟它等长而已。但是呢，你只要看我们的圆帖，就发现它的这一个小小的笔画左右的起笔跟收笔非常明显，好、哦，也就是它不因为是小笔画，然后呢，它就节省了一些运笔的那个重点。好，这个呢，你轻轻点上去就好。哦，好，这边也是要有起笔，跟上面一样的距离，提贴提贴提贴，一直走。哦，因为你看它几乎没有角，所以你可以这样做。哈、哦，好，这边呢，好，向左边。哦，好，贴。有没有发现我这一笔微微向外？嗯，好、哦，你看一下它是不是？这个键是，你只会按到。按到了哈、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小事。好，点啊、刚刚东城你是轻轻的一个手上去，对不对？不是哦，这个要有一点那个哦，哈、哦。好，提一贴，好、哦、啊，事实上提一贴可以带上来，好、哦，带上来它可以变这个，啊，你也可以不要，好、哦，我刚第一次做的是没有哈、哦，贴。这笔哈很轻，哦，提高，你可以不要断，也可以断，好，但是你会注意到哦，它的这一笔方框的左边这一笔，往往有一点外浮的感觉，就是皮肤有一点蹦出去，有一点胖胖的，好，营养成分很好那种感觉，哈。中间的横画呢，它是几乎两边都没有，哦，两边都没有贴上，哦，它的第一个点在这一横的上面，好、哦，我讲的很细啦，哈、哦，哦，等一下我就不要讲到那么细了，这个完的时候，哈、哦，跟它这个水平线上下，哦，点回贴，好、哦，提高，哦，不用太长，向右。你看这个人多用功啊，真是用功啊，哈，好，再来这个虫哈，小心一点，这个山哈，你的第一笔从中间往右边移，这样到时候它才不会歪一边，哦，好，然后这个第一点就写在最中间，哦，好，这个左右呢？约略就是比它宽一点而已，不要宽太多。提贴，哦，接下来的这两个横画，你给它想，一二三四，再加一点点，好、哦。好、哦，它好像没有接，没有接哈、哦，它的习惯性是这边。它接的地方往往会留个空隙，
完熟点。